越早让我接触到越好，哪怕我就是不管怎么样能够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早点见到你。哦，杨洋，其实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女生，就是她可能她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要说，哎呀，我怎么，不对，后来就翻个白眼或者怎么嘟一下嘴啊那种的。对着那个键盘打嘛，然后我看到之后，直接就叛变了，我是方正和徐冰冰那个警察，我说你怎么能欺负女生呢？谁让你打的？